玩倒了就会生气，无法捉弄。分享一个嗨戏时的怪癖，你是一个左右不分的。谁是逃出立法院这部电影的 NG 王？再来一遍，在做动作戏太难。演艺圈中的男神是谁？孔刘。理想型的三个条件：男的，孝顺的，善良的。如果不当演员，会从事什么行业？农夫。想对酸民说的一句话。好好说话。哇！要分什么口音？啊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要宣传电影啊！加分题，分享一个没有曝光过的小秘密。不吃鸭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赖雅妍，我在《逃出立法院》电影里面的饰演角色叫做熊丁力。他是一个自以为有正义感，但是呢脾气又相当暴躁的前任立委。他想要保护这个家，所以他立志要成为一个立法委员，但是呢却不幸成为了前任。那《逃出立法院》这个电影呢，它是一个有点讽刺政治、讽刺人性、疯狂搞笑国师电影。台湾现在目前在电影圈里面少有的一个题材，不管你想要放轻松，或者你想看搞笑温馨，想要看歌里面的演员一个一个坏掉，4月17号的请你一定要支持《逃出立法院》，戴口罩去看哦。